手语教室今天要教大家什么呢？这里是宜兰，大家有没有听？很多人都知道宜兰最有名的就是，首先是手语哦，三星冲，三星冲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鸭子破一半的鸭嗓，手语就以它的外形来打。鸭嗓，鸭嗓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之前大家都有吃过的牛舌饼，硬邦邦的，脆脆的。其实啊，现在在研发的是不同的，是0.1公分薄的，薄薄的，全世界最薄的宜兰饼，做工之细啊，就好像纸片一样的薄。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可以到宜兰来吃吃看哦，好想吃了。